早上来到这间悠然茶餐室吃早餐。据说这个内酥外软的馒头春卷是很难吃上的，今天早来有机会品尝到了。除了馒头，就还有这些面，选择就几样。我点的是干捞板面。吃饱后就在码头逛逛。这个是在 Riverfront City 前面的桥旁边的码头。这里两个摩托115万，这里出去就是大海，这里是他们挺高船只的地方。这个就是渔网丢下去，等下去捞起来扔不了。这里很摇哦。Welcome to Kedah。逛完哪里，准备去下一站。据说这里 Samling 都要来打卡的。
来到这里，发现一间寺庙，就进去看。这庙坐镇的是玉皇大帝。这个是在庙对面的一个壁画街。准备去下一站吃午餐。这店距离双溪大年大约30分钟路程。这次的旅程一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、关注、走起。